浩哥是不是要去包家耳朵？然后包我的专家，我在看到那个，不会跟我一样耳包吧？辜负了他的期待。OK。割包，哇塞！玉米，没割的割啊！我想喝。什么？在？什么？就雷雷碰？没事啦，没有人要那个啦。那就好。哎呦，还是多好。九万。嗯。好。广州。七米。九七安安。走。挂吗，弟弟？没有，我也希望。是吧？你不是要自摸吗？不用，胡牌也行。说，胡牌也行。都已经这样了，再不胡牌很难受哎。哪样？一直被闷，一直被绝招自摸，我很累的。你是不是听这个？我看不懂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完全看不懂。说真的，完全看不懂。这个、哦，这个太不像了。怎么换了？没有换啊，我抽到。你是不是听这个？眼睛有问题。这是多少？完全看不懂，完全看不懂。他、那个好像在那个拍卖场的那边，有些奇怪的姿势。没有，那个棒球教练在旁边比一堆奇怪的姿势。拍卖场在加价。对，在加价，更完全看不懂他们在比什么。二饼，二手，对，这是这上面的吗？走，三手，哇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吓到，好恐怖，走，左饼，走。也选对了，不然胡浩哥而已。对，同一所。没有的。耶。听说三三花中洞上课甩龟。哎，很大牌。一二三，没错。九牌。十二点，哇、欸！你给我38点好了。好，可以问你。都你的哎、欸。耶，海选也转38。嗯，对，15。九牌吧。九台啊？是九台吗？不是九台吗？九台啊！哦，九台啊！对，因为三甩龟中洞三个，三花，对，来，啊，没事。谁？